近日，43岁梁咏琪和46岁郑秀文同框，一同现身某专访频道。这两位都是歌坛有名的女神，相信80、90后都是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。所以当两位女神同框后，给大家上演了浓浓的回忆杀。梁咏琪现在已经43岁了，但是她的颜值和身材一直都保持得很好。如今虽然她已经成为妈妈，但是仍然能够做到家庭事业两不误，对于这样的女人更是值得大家佩服了。46岁郑秀文自从剪了短发以后，时尚感反倒越来越好了。梁咏琪身穿了一件灰色毛呢材质的短款上衣，内搭一件蓝色丝绸面料的衬衫，两种不同面料的材质搭配在一起，竟然有意外的时尚感。下半身搭配了一条深灰色毛呢材质的裤子，与上衣相呼应，简直气质爆棚。而站在一旁的郑秀文则身穿一条黑色的衬衫裙，上半身衬衫的版型加上蓝色小花，让她这身搭配瞬间生动起来。下半身的面料则为这身搭配增加了细节感，不会显得特别单调。近看，梁咏琪的皮肤竟然没有非常明显的皱纹，精致的五官在镜头下也是依然好看。郑秀文的脸型偏长，所以她戴这样一款贝雷帽就特别合适。蓝色的贝雷帽与身上衬衫上的蓝色小花相呼应，特别的吸睛呢。而梁咏琪最近现身香港，出席《八个女人一台戏》的首映现场，当天的她身穿一件天蓝色的连体裤，搭配她一头精致利落的短发，整个人站在人群中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多看几眼。久不现身的梁咏琪简直变成了活动现场最闪耀的星星。这个短发女神还是那样的精致和干练，一身天蓝色的连衣裤也是衬托出梁咏琪修长的大长腿。因为梁咏琪本身就有着176的身高，加上身材非常苗条纤细，所以站在台上更加高挑有气质了。她脚上还搭配了一双细高跟鞋，分分钟成为全场的焦点。这一身蓝色的连体裤把梁咏琪衬托得更加有气质了，加上上半身 V 领的设计，将梁咏琪的天鹅颈展现出来，性感又诱惑。淡淡的蓝色将她的皮肤衬托得更加白皙了，再加上梁咏琪一头非常精炼的短发，还有精致的妆容，整个人显得精神极了。这样的她真的完全看不出她的真实年龄。虽然梁咏琪现在已经43岁了，但是她平时日常的穿搭依旧时尚满满，衬得她的气质依旧很好。咏琪出席活动，身穿一件黑色的高领衫，下半身搭配了一条蓝色的格子半身裙。这样的搭配虽然简约，但是却十分显气质，尤其是身上背着的一个蓝色的包包特别抢眼。身穿一身大红色套装的梁咏琪在舞台上大放光彩，衣服宽松的版型更加显得梁咏琪苗条的身材，红色的套装颜色艳丽极其吸人的眼球，下半身同样搭配了一条大红色的阔腿裤，更显气质。加上梁咏琪利落的短发，精致的小脸特别吸睛。果然舞台上的梁咏琪才是最闪亮的。再来说说郑秀文，开头两人的合影感觉还正常，不过有时候郑秀文的照片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，这张照片看上去跟印象中的郑秀文简直就是判若两人，脸上看不出一点肉感，瘦骨嶙峋的脸虽然精致，但是却少了点什么。如今46岁的郑秀文仍和那些小女生一样只追求瘦，
是不是有点太过了？脸型小巧，下巴很尖，已经成了一个标准的 V 字脸了。还有网友表示称郑秀文的脸都变成蛇精脸了，曾经的女神为何现在这样了？两人这张另外的同框正面照，梁咏琪皮衣搭配碎花裙清新自然，而旁边的郑秀文蕾丝裙搭配白西装，就是脸感觉有点肿胀，一言难尽，完全认不出。文字原创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，谢谢。